谁要选中心位的举手。中心位吗？我选。好精彩啊！行，那我们就势必要来一场大比拼了。因为你知道吗，就是第一句我怎么这么好看，这句话一定要非常迷之自信无比自恋的人就把它给诠释出来，是不是很适合我？我怎么这么好看，这么好看怎么办？等一下孔雪儿，我觉得你要再来一遍，因为你那个我怎么这么好看那个气势还是没有出来，一定要吼出来哦。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OK 遇到遇到你的这个声音还是处于你自己的声音，你这个声音哦，如果带上麦你唱的是给自己听还有我们组员听，你得就是吼出来给观众听到，你得感染到人你就用出舞台那个劲量呀你要想幻想我就是这么好看，我就是 C， 下面的人都要为我的美貌而欢呼，是不是有我这样的大师指点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就出来了，放心大家每一个人我都会就你们各样那个就是去指点一下了。